台湾与海洋紧紧相依，为落实海洋保育，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自2021年1月起设置海洋保育巡查员，进驻全台共13个海洋保育站。巡查员的日常业务中，透过实地走入海洋保护区进行巡查，巡查保护区的生态环境，以及处理突发性的违规事件等。此外，巡查员也会确认需要改善的告示牌、救生圈等设施，并通报给相关单位。除了定期巡查各海洋保护区，巡查员也是海洋保育知识的传递者。一方面，在巡查执勤时与在地民众互动宣导；另一方面，与地方单位及海巡署同仁合作办理推广教育，更会走入校园与各级机关，透过演讲、社摊以及更多丰富的方式，推广环境保育观念，希望让更多人认识海洋，进而爱护海洋。海洋生物多样性巡护也是巡查员的重要工作，包含鲸豚观察员查核，协助查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的案件，办理友善钓鱼及钓点查核，查核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饲养状况，协助海洋生物搁浅救援等工作。其中，搁浅救援虽令人震撼，但当动物健康地重返大海，却也是最感动的时刻。当然，要全方位落实生态保育工作，借助巡查员进行海洋环境管理是不可少的一环。其中包括各地海域水质采样，进行渔港与岸际巡检，污染稽查取证，海漂垃圾调查以及海污事件应处等的工作。透过他们第一时间的巡检与通报，及时维护海洋环境。作为一个巡查员，最重要就是要对海洋有爱。我是海洋保育署金门海洋保育站的站长，我叫徐维俊。一年有365天，我看到海的日子大概有300多天。每个海岸都有其独特的生态系，深入认识在地的生态环境，才能了解如何去保护它们。因此，透过巡查员从事生态调查，持续记录海洋环境的变化，建立长期追踪资料库，以便发现环境问题并及时改善。我觉得大海它是一个很多变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我们不能用单一的面向去看它或是去观察它。它有时候很温柔，但有时候也是很可怕。在接触大海的时候，就是应该用一种敬畏的心情，然后尊敬的心情，保持好奇心去关心它。每位巡查员都是出于对海洋的热爱，因此走上海洋保育的道路。下次来到海边时，如果遇到他们，不妨打声招呼，一起学习如何爱护海洋吧。